你和牟俊啊，你们正在交往，而且还同居，整天24小时不分离，天啊，哇塞！牟俊小宝贝，我们不要跟这种坚定小人计较了，乖。耀哥，吃早餐喽！这什么？这是我今天早上特别去买的烧饼油条，很有名的哦。你不知道我很讨厌这些 old school 传统早点吗？可是我排队排了1个小时哎。好啦，放着啦。记得吃哦。谁这么恶心的啦？滚呐！刚许魔俊跟叶一豪是怎么回事啊？完全不知道演哪一出哎。魔俊还比这个。老实说，你不觉得闻到一点？啊！你两个叫大声是要创啊啦？胖胖哥，你要吓死人哦！对啊，死胖子，没事偷听我们讲话干嘛？哎呦，你也知道社畜当久，总是要靠讲同事的八卦当做生存的养分嘛。我看你这个养分是有点吸收过剩了吧？难怪那么胖。但是胖胖哥，你刚刚说恋爱的味道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时间早上8点半，地点公司门口。昨天我停好机车，准备进公司，看那辆计程车停在我前面。哟，魔俊哥，这么有钱搭计程车上班啊？不是啦，胖胖哥，请魔俊走开，不要挡路啦。你们两个怎么会一起？啊！爱心早餐加上一起搭车上班。他们两个该不会在谈恋爱吧？而且还同居。哇塞哇塞！上班可以看着自己心爱的人，下班还住在一起，整天24小时不分离，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吗？你傻子吗？办公室恋情有什么好的、啊？而且这对我来说会是一大威胁。俗话怎么说？你想想，要是有一天叶一豪跟我杠起来的话，右边。叶一豪，你设计是什么烂东西啊？连零分魔君用小画家画都画得比你好。嚣张不？你凭什么批评我的设计啊？请问你懂设计吗？你小画家不会吧？对啊，你凭什么批评我们家一豪哥？他可是认真工作的职场资优生，不像你一天到晚耍一些卑鄙小手段，靠讨好助理过日子。哼，魔君小宝贝，我们不要跟这种坚定小人计较了，乖。画面太惊悚，我不敢看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幸福哎。妈、欸，你们三个在聊什么？聊这么起劲、啊？是不是在讲谁的八卦？我也要听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在聊团购美食。对对对，团购。团购怎么不揪我？我也要买。回去上班，解散。散。哎、欸，各位，先走了、哦。哎、欸，耀哥，你不等我？等你干嘛？我报告快做完了，你等我一下，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搭车回去啊。一豪哥，你真是体贴的好男人。在公三小，不用装了，我都知道，100%支持你们。你到底在公三小？你和魔俊啊？啊？你们正在交往，而且还同居。不是吗？徐魔君，我恨你！所以你们没有在交往？废话，我有眼光差到看上这种第一次上生物吗？难说啊，起码他有颜值啊。啊、哦，徐魔君，你自己跟大家解释是怎么回事？事情是这样的啦，因为我搬出来外面住，结果我住的地方出了一点问题，所以我就拜托一豪哥家的客厅借我住一下。那爱心早餐是怎么回事？我住人家家总要给人家一点回报吧。那一起上下班又怎么回事？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睡过头，所以我就请一豪哥早上叫我起床。妈，徐魔君，给你住还给你当闹钟，结果还被大误会。爆！冷静，爆！怎么？好浪漫哦！什么东西啊？